近日，有许多市民反映，在东西大学的后山上有超自然现象发生。一些市民称目击了怪兽的身影，请大家注意自身安全。Recently, the majority of citizens reported a paranormal phenomenon in the back hill of Dongxiu University in Busan. Many citizens claim to have witnessed the monster. Please take precautions for your own safety.这糟老头子能不能长点眼？他妈别碰！你要是敢碰，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神经病！是条黄鼠狼啊。哦，原来是只猫啊。有病啊。这是只松鼠。心里病。牛奶趁热喝哦。你的照片吗？把它带走。是哥，你为什么得帮几个小忙？你还记得357爆炸案吗？我的妻子就死在那场爆炸里。听说，如果拿出生在恶魔日那天小孩的鲜血献祭给恶魔，恶魔就会满足你一个愿望。而我只想我的妻子回来。哎，大叔，我好心好意把照片给你，你为啥要绑我啊？你这也太不是人了吧！还有你们两个，明明没有太阳，戴什么墨镜啊？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把他打晕吧，求求你了。哎，我们俩还是老乡耶。上去看看。
把他带走。现在走，我可能还会留你一条命。可以啊，那你放过他，我一定立刻走。谁都不能阻止我，我马上就要成功了。成功个屁！死都死，凭什么活在这世上？记住。世界这么大，连我一个废物都容不下了。原来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先送你上路。等一下，最后你让我再抽根烟吗？让你也不敢耍什么花呀。真够麻烦的，那就帮你搭把手，给你点上喽。不，是我给你搭把手。我一点都不喜欢喝牛奶。恢复行动。周慧欣，走啦。走。